后来我就看两天三天了，他的窗一直关住了，本来他是开玻璃窗，后来我就想，诶，后面的灯为什么开了两三天没有关，我就敲他的门，他也是没有反应，后来我觉得很臭，后来我就叫这个我打电话就叫这个安哥说英文话打给警察了。 I'm going knock house no and no and n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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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body answer so I try the main gate I try open cannot open it's locked so the inside gate the door so I use my hand open open already when I open the door the smell come out already。顶一摆是带去看老公，才发现着，伊讲伊未食吼，点食了点爱吐。啊，我带去看了，带去个嘛，叫休息，叫伊若是有代志，叫伊若是有代志，卡裤啊，卡裤啊，我甲讲我咧做工无闲。伊叫叫甲养猫，叫啊狗下手，伊讲伊人无好吼，甲饲猫。有啊无听，有头一两天有听，第二天就无，第三天就无听了。啊頂兩天有啊，但只有去啊，去去敲門敲窗門也無開，靜靜。啊，到尾站下去，佮鼻到伊味出來，風頭嘛，可憐的，看到伊也是死樣的人。